主料有机花菜半个，香肠一条，辅料老干妈一勺，干辣椒五根，胡椒粉、孜然粉、白砂糖、鸡精、色拉油。准备好食材，焯过水的花菜、香肠、干辣椒和老干妈以及配料，锅中放油，油热了之后放入香肠炒出香味。后期我不放水，所以可以稍微多放一些油。放入脱水后的花菜与香肠一起炒，放入红辣椒和白糖，火力可以大一些炒出香味。接着放入胡椒粉，放入一勺老干妈调色调味，多次翻炒。等到香味溢出来后，放入鸡精盐，再炒几下就关火，将花菜放入干锅中点火就可以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